你们先打死你了，你别怕，不行，阿刚不行。大哥，嗯，哎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，大哥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，大哥？我在晒太阳。对，现在这个头发染了很久，没有上色，温度太低了。嗯。好的，大哥，行，在这里晒一晒，将就着。嗯。哎，这里很好，这里没有声音，他不敢站在这里。头洗掉了。没有颜色，就是本来的颜色。怎么会没有颜色的，大哥？就是人家我染了这么久，竟然说没生气了。啊，废耶！子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你看你，我这头发没染好。别这种看我，大哥，我也尽力了。谁见啊？是这个染发水的问题啊，这个买的这个不好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们两个去买的，那就去超市吧。去超市啊？嗯。再重新买。大哥，我看一下。啊？怎么可能没有颜色了？看什么看？这是人家我本来的样子，颜色。来，一点，这边往这边来的。没有。刚才这边也染，也一点颜色没有啊。哎呀。还不要长进啊，太忙。我很生气，你们想打死你啊！你都想打死你！哎呀，我对不起大哥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染头都没染好，哎呀，大哥。好的，下回给你把头发给剪光，嗯。我瞎毁，这瞎毁。大哥现在气死了，大哥，我知道了，哦，在太阳下站半个小时，而且最后一看头发一点颜色没有，哎呀，有一点，这有点。哎，这是人家已经。本来的颜色，本来的颜色啊、哎，好了，别生气了。你什么颜色都没染上去，别怕，不行，哎、阿刚不行。小姨子，我行不行？啊，我不知道，什么颜色都染不出来，什么都弄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气死了，哎，别生气，下次我就想知道我行不行，下一次。Hello。